韩国长腿欧巴李敏镐主演的电影《赏金猎人》目前正在紧张拍摄中，粉丝为了帮偶像和剧组加油，特别送上餐车予以应援，而李敏镐就在现场回馈粉丝。据知，因为拍摄当日气温偏低，李敏镐看到粉丝的餐车后就表达了感谢之情，还不忘将手中的暖包放到粉丝的手中。李敏镐说：“天气好冷，你们拿着这个，当时送给你们的礼物。”但粉丝就说不要紧，而李敏镐就用坚定的口吻说：“你们快拿住，车里面还有好多。”之后，该名幸运粉丝就在个人 SNS 狂晒这份礼物，赢得众人羡慕。优酷全娱乐综合报道。韩国长腿欧巴李敏镐主演的电影《赏金猎人》目前正在紧张拍摄中，粉丝为了帮偶像和剧组加油，特别送上餐车予以应援，而李敏镐就在现场回馈粉丝。据知，因为拍摄当日气温偏低，李敏镐看到粉丝的餐车后就表达了感谢之情，还不忘将手中的暖包放到粉丝的手中。李敏镐说：“天气好冷，你们拿着这个，当时送给你们的礼物。”但粉丝就说不要紧，而李敏镐就用坚定的口吻说：“你们快拿住，车里面还有好多。”之后，该名幸运粉丝就在个人 SNS 狂晒这份礼物，赢得众人羡慕。优酷全娱乐综合报道。